You've reached 1-800-DEADPOOL. Leave a message.嗨，我是睡大。这一期是由诸葛春夫和李祖瑞共同求的史事，分别是来自 B 站和 YT 的粉丝。哪吒英雄的素材还算好找，所以赶紧就马上来录制一个。那这版本的史事其实强度就中规中矩而已，比较像是工具人的存在，和积极先生有点像，至少需要一位会玩的队友来做搭配会比较好，例如会玩的中路或者是辅助。史事本身的技能组和任何阵容的配合，可以制造出一加一大于二的强度。但如果只是只身一人的话，坦白说啊，史事就只是一个很普通的打野英雄，除非实力差距过大，不然很难有强行带飞的能力啊。然后这一期呢，就为大家推荐一个非常稳定的出装。从以前古早味的出装到后来国一史事的出装，我都有去测试过，但根据环境的变化，我再度将出装改良，变成开头所推荐给大家使用的这一套出装。起手双刀，接着上鞋子火神之怒，再来是手环弑神剑雷神之锤。这套出装的特色在于成长的曲线圆滑，没有任何的空窗期，加速冷却满 40%， 血量也足够高，有稳定的吸血，还有稳定的续航。些许伙伴会质疑为什么要出雷神之锤，而不是走高伤害的路线。原因很简单，这是一个大吸血的时代，每一局都会有吸血量很夸张的英雄，没有吸血也至少会有个手环。雷神之锤的减掉其实已经是版本最重要的存在了。作为一个团队的工具人，这一套的出装会让整体的队伍有更好的输出环境。我必须要强调啊，史事在这版本不是来玩单人带飞的，而是经由拉扯和控制给予队伍更好的输出环境。总而言之啊，如果你对于史事感到无力的话，你可以试试看我这一套出装。这下路双人组就离谱，完全看我没有。史事的拉扯能力是很强的，当我选择要反打的时候，你也不用想要走了。既然人都来了，再外带一只野怪吧。这野兽专程来送啊，这个头就让给射手吧。其实刚野兽开大刀冲过来的时候，第一时间应该开双刀龙卷风来挡就好了。哎，丢歪了，先拉开距离。女巫的伤害都来自于一技啊，被他二技丢中不用担心，但是我们一定要先拉开距离，不要被一技给打到，那样是会有生命危险的。所以玩史事的基本技巧就是要懂得拉扯，这怎么说，就是连消带打。史事不是那种一波流，你在进攻的时候要随时观察对手，化解对手的攻势，然后展开反击。这边用手榴弹控制两人，直接切成静态形态打爆发。技能空窗期的期间，可以用二技稍微抵挡一下伤害。这边野兽来了，交个瞬移加上一技拉开距离。他以为他可以杀掉我，这怎么可能？我没看错的话，他还交了个瞬移，这野兽太年轻了。这边有掌握到隐形女的位置，然后再看一下下路兵线的位置。这隐形女知道我血量很残，觉得我大概率是回补了，所以她一定会选择走这个窄口回下路。稍微计算一下隐形女的步伐，就是现在，是不是？即使隐形女是隐形的状态，但仍然逃不过我的蹲点。这边我们抓准机会，赶紧把蓝 buff 给反了。开启双刀龙卷风，但是没有帮他挡到。这曼蒂斯不知道为什么往上顺了、我本来想帮他挡下那致命的一击，可惜了。我们前面就有提到，玩史事需要一个会玩的队友来做搭配。那虽然曼蒂斯不是一个好的选择，但至少他愿意跟着我，也愿意帮我抬起血量，这让我可以保有更好的状态去做蹲点和繁衍。所以啊，只要队友愿意配合，史事在野区的宰制力就会很强大。这边成功的是把双刀给做了出来，在这段期间我们会非常的强势。这边先不管队友，赶紧把黑豹给吃了。
黑豹是前期非常重要的物件，对于优势方来说，越快拿下越好，可以加快滚雪球的速度。所以趁着野兽还在上半部打架，我们抓准时机就是赶紧拿物件。而且因为敌人都集中在上半部，拿下路这边就可以直接越塔了。随时要保持经济的领先，所以路过敌方的野区就顺手全清了。中路要抢线权，所以赶紧清了，不用想着还要留给博士吃哦，那样节奏就太慢了。我不知道这女巫为什么还要回头。哦，原来是有野兽啊，但可惜我有双刀龙卷风。这野兽有梦想，切换形态收尾，拉开距离，手榴弹晕眩贴上去。手榴弹啊，插一下补攻，抱歉，一个自信回头，攻速不够快啊，可惜了，我刚有那个最后一下补攻有出去，就差那么一点。该拿的塔钱还是要拿的，切换形态二技加一技，这女巫好像不把我放在眼里啊！双刀龙卷风挡下野兽爆发，手榴弹一技补攻补攻。你会发现啊，只要我身旁有队友，这些团战都是可以很轻易的获胜。史诗的技能组实在是太好和队伍搭配，机动性高而且有控制，非常善于连消带打，所以很容易的让对手跟着你的进攻节奏走。像这样子，我们隔着一道墙也可以轻易的做出控制，让队友去做出击杀。所以现在史氏从野区的野王的地位变成了工具人之王，史氏一直以来都算是爬分稳定的英雄，因此无论版本怎么改动，他的地位几乎都不变，即使没有用来打野，偶尔客串一下上单还是挺不错的选择，就是一个中规中矩永远没有被版本抛弃的英雄。所以如果你问我推不推荐入手，那我肯定是给大拇指的啦。这个外塔对手基本不能守啊，这鹰眼想要守的话，那他已经是一个死人了。哇，这曼蒂斯哭啊，这传送门，哇，把野兽给传走了，然后我的技能都被传送门吃掉了。妈呀，有内鬼啊，快逃啊，切换形态，嘿嘿，这就是防护靴减控的威力。快问我为什么带防护靴。啊，可惜啊，应该先丢手榴弹的。哦，居然还有瞬移啊，这英雄顺风起来很容易控制敌方的野区哦，敌方会被困在家里无法出门，史氏有缓速有晕眩控制，蹲草卡视野的能力太强了，这样不仅是可以轻松拿下所有的野区，黑豹和索尔特也都是想吃就吃。因为机动性好的关系，对手只要稍微走出门就会有生命危险。示范一下什么叫做连消带打，看到隐形女开大走出来，马上又一技拉开距离，这样鹰眼想要输出的话就是得上前走两步，那他多走了这两步就会直接一路走回家了。出完手环后，你可以视情况决定先上雷神之锤或者是弑神剑，两样装备的效果都很棒。你们知道为什么弑神剑很适合史氏吗？因为弑神剑的被动效果很容易透过手里剑或者是手榴弹触发，而且因为史氏的机动性好，弑神剑可以帮助你更快速的收拾残局。啊？这二十块是真的假的？离谱！出来啊！我的五连杀！喂！妈的，他还故意走到最里面呢，怎么有这种人啊？反正都要输了，你成全一下会死是不是？大家有必要搞得这么难看吗？这么多人在你门口，你一点都不给我面子。出来面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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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靠，是真不给面子啊！哦，来了来了来了，生气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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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结果人家真的出来了，我又不接阵，我好坏啊！
好的，本期就是实事的基本打野教学，尤其是出装的部分，这是我目前用起来最舒适的出装。虽然可能没有以往那种全攻击装的爽度，但我们必须接受环境改变的事实，过于追求伤害只会让自己后期无力而已。提高容错率，当个称职的工具人，反而会更加轻松的赢下游戏。所以如果你近期也有感受到实事的无力感，可以试试看这个全新的出装方式，也许会找到一条出路呢。最近都为了粉丝求了片在赶工，坦白说有点小压力哦，有种永远还不完的感觉。当然如果每部视频都得到了大家热烈的按赞与投币，那肯定又是另外一回事了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是睡大，我们下次见。